空氣都唔喐嘅。好遠啊。系咪冇嘢啊？边个？你想点啊？我帮你讲啊。我识，O K。你放心啦。等咗好耐，其实唔系好耐嘅咋。唔知点解，我觉得自己好后生啊！头先好耐未试过有一种感觉，系上咗台之后会系惊到咁嘅。即系觉得系一个演员最惊嘅就系上到台之后，我初头以为会系冇观众系最惊嘅，但其实根本就唔关观众事，系因为唔知讲乜好，唔知有咩，即系觉得自己冇一个任务喺个身度嘅时候，个感觉好奇怪。是很特別的一種，這種害怕，好像重新要組織那些東西的感覺很強，很赤裸。各位觀眾，現在休息片刻，請安坐於座位中，演出即將開始。各位觀眾，現在休息片刻，请安坐于座位中，演出即将开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a short break. Please remain in your seat as the performance is about to continue.